又回来了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然后站在韩哥身边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幸福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嗯，所以一博赶快跟分享一下，就是整个过程感觉怎么样？感受就是很紧张，然后特别的有压力，但是途中呢又学习到了很多，也非常非常感谢导演跟于老板对我的信任，然后对我的帮助。你看一博回家了，我们这个那就得可劲儿的夸夸。我们问一下这个导演还有这个于龙总啊，就一博在片子里边表现怎么样？哇，这个一博在这个戏里的角色是亦正亦邪。哇，我先不剧透啊，是是是，大年初一到电影院去看。对，我觉得一博奉献了最精彩的演出，跟影帝级的朝伟，影后级的周迅，都呈现出了最精彩的表演。祝愿一博在未来的电影事业、电影演艺生涯中，能够继续拍出更好的角色，演绎好更好的角色，奉献更好的电影作品。谢谢您，祝福你，也请于总统多给我们家一博机会。谢谢，导演。回顾起来，我对于我来说，我会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。因为王一博，以他充分的训练、足够的耐心、独特的天赋，在《无名》这个电影里，他为我们大家奉献了近乎完美的表现。所以借用湖南卫视这样的一个舞台，我呼吁大家大年初一去电影院看无名。大年初一去看什么？让我不仅是看一部好看的电影，同时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的诞生，王一博。谢谢导演，谢谢。祝贺祝贺！一博非常乖巧的听完了全程，太棒了。